远景酒驾拦截勤务，远方一辆机车骑来，一个急停，直接转到路边。Hello， 你怎么了吗？哎呦，看到警察就靠边，不是酒驾就是心里有鬼。有没有喝酒？没有啊。这件我看一下，可是我闻到酒味。执勤员警上前，果然一身的酒味。刚刚你从那边我就录着了。没有关系，你要矫正我没关系。我没有，我要矫正。酒测值一测，真的超标，远景神预测。吹，你要吹。好，来，我0.48。台北市文山二分局远景在新隆路三段拦查酒驾路检，无姓男子因为开放内用了，跟朋友在海产店聚餐饮酒，租借共享机车想要骑回家，一看到警察立刻躲到路边，还是被识破。在路检点前30公尺处，突然急停，闪到路边停车，行迹可疑，随驱前上前盘查。警方表示，无姓男子酒测值0.48，超标，依公共危险罪移送。骑乘的虽然是共享机车，仍然属于他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同样得扣车，并且请租车业者到场领回。TVBS 新闻王金伦、张子明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